哇，好多玩具车呀，一起看看都有什么吧。环卫车，绿色环卫车，这个颜色我还头一次见呢。摇这里就可以把垃圾桶的垃圾倒进去了。又是垃圾环卫车，它身上都有什么颜色呀？小朋友说一说吧。看它还带音乐呢。垃圾可以从这里倒进去吧？还是垃圾车？你是城市的呀，看看还是自卸式的呢。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大吊车，它可以把东西吊到高处。哈哈哈，你的钩子哪里去了？这个又是什么呢？小朋友知道它是谁吗？左手拿刀，右手拿剑，酷不酷呀？